特别时期？什么特别时期？根据我经验的推测，你不是一般的过敏，所以让你去验尿。事实证明，你怀孕了。不可能啊！我已经一年没有跟男人那个了。一年？了不起啊！我一辈子都没跟男人。好好想想，一个多月前的某个早晨，你有没有在剧烈的头痛中醒来？你发现自己衣衫不整，你根本想不清楚头一天喝了多少酒，去过什么地方，跟谁在一起，做过什么事儿。恭喜你了，孕期在40天左右。恭喜你了，米雪，班长，认不出来了。花园小学，何峰峰。何峰峰，何峰峰，以前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总爱问为什么的那个。有志者事竟成，现在人家是专业的，好不好？爸，结婚了是不是？有男朋友吗？你不会连孩子他爹是谁都不知道吧？能验得出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但是得等到第16周。做羊水检测的时候，反正我告诉你，3个月之内你要还是找不到孩子他爹，你就错过了做掉的最佳时机了。